人贼少，就只有我们俩，所以哦还有一个人，所以所以很开心。喜欢安静的栗子，懂吗？今天天气贼好。对，我们要去哪里了？我们要去 Cambridge。去干嘛？去干嘛？去完成长长的心愿。吃烤肉。好啦，一会儿见。怎么样？看看。谢谢阿姨。再看，现在还在笑不死我。哈佛的校徽吗？对。人本。明信片。冰箱贴。感觉我自己在卖东西。好美啊！这个。City of Boston。没电了，真的吗？刚我拿出来是三格电，是因为什么耗电耗这么快啊？录的时候。我们找到了一个位置，看完书就准备开始学习了。帅不？这我帅的程度正好是全世界百分之一。帅不？这我帅的程度正好是全世界百分之一。发现了一本 Harry Potter， 让我们打开看一看。你都不等我，对吧？你都不等我。啊 ，Voldemort。我比你厉害，你厉害。Dumbledore。这是 J.K. 罗琳，这是霍格沃茨的教室。Quidditch。这是我喜欢的这个女主，变成了杂志测评的例子。哦，这是麦格教授，可以变成猫的。这是 Snape， 啊，这是海格，这是 Marvel， 虽然很坏，但是很帅。虽然很坏，但是很帅。你就喜欢坏坏的、帅帅的，对不对？老师交代。就是那个神奇动物在哪里的小雀斑。后面，最喜欢的三个人，我还为你会聚焦到那个。Melanie， 对 ，Melanie， 就你聚焦在了《哈利波特》身上，我知足了。我想他好久。
就好放回去。我们要走啦。这个城堡是哪里？对，接着你看，就是曼彻斯特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走在哈佛的校园里吗？对。好好看。哈佛超大了，马上就要到 MIT。哦，真的吗？哈佛跟 MIT 连在一起吗？对，世界最牛逼的地方连在一起。他把他的衣服给我了，因为我太冷了。本来现在一点都不冷。本来昨天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我穿羽绒服，然后就贼热。但今天我穿了外套，就贼冷。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我嘞，我是都给你，三下太阳给，真心月亮给，你想要我都给你。好，等会儿到了再见，我们要出发去烤肉，拜拜。我们找到了要去的那家饭馆，就在街对面。在右边。被这个 bus 挡住了。当当我排队吧，啊，要排队，这么多人怎么办呢？就是他怎么办？我哭哭排吗？去问问要排多久。好，我的 Carina 的之旅好像遇到了点小挫折。云，我们有暗恋没有？这里没有暗恋。走、啊，过。耶、yeah, ，已经看日了，对。是这个对吧？对，可是真的好多人呀。我往开水当时他就说，哎，你以后跟这些同学，还有一个张同学，他和别的男生，我们找到了 Zipcar， 因为刚才那个地方要排一个半小时，对吧？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一会儿。对，先去买个什么功夫器啥的。我们要去功夫器。给我打一下韩寒和中超开车场。我勒个去，门口有警察，我怕死了。我们今天别超速，这人驾照找不到了。嘘，系好安全带。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安全第一条。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为什么把我拍这么白呀？因为你很白啊，小红猪。这我换手机录了。太火了，真的很酷。
就想唱，这个太阳也太他妈刺眼。怎么？要错了？我要就还有啥？可能可以直走绿。我可以。哦，对的，地上有直走。嗯，直走。直走，我直走吧。嘿，你居然还没热起来？我手有点凉。你就靠一靠。哎，他没有。你没有开这个，傻了。哦。你只开到吹风。哦，对 ，sorry。哦，绕绕绕。此茶已疯。此茶已疯。亲亲，哎，你要在那个里面说，这都是危险动作，不能不宜模仿。对，请勿模仿。等红绿灯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？他那边的云贼美。说的是这是什么时候说起要开的来着？十二月份贴的，你说寒假会开，结果它过了三月份了。吃了一个小蛋糕，对，我还买了一个奥利奥小蛋糕，已经被我吃完啦。你知道要怎么拍吗？要拍你的肚肚。那边的树上面挂着那种小灯，就特别好看。这这里。我们还去了一趟中超，买了一堆面，什么香辣猪骨汤面。哦，他来了。太巧了。Hello。10 minutes。Yeah, I will be there in 5 minutes. Okay, okay. I will be there in 5 minutes.OK, bye. 我赶紧去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他就这个桌子只保留十分钟。嗯。我们赶紧去。嗯。好不好？嗯。走过去要十分钟。哎，你们吃了吗？我们在烤肉店啦。太好吃了。对。
这是我们烤的第一盘，两盘猪肉，然后今天在烤的牛杂，超好吃。这猪肉真贼好吃。我已经哭了。